拿树枝给小燕子做一个站立用的支撑，固定在里面就可以了。看起来还不错嘛，这样就好多了，爪子可以牢牢地抓住这个树枝。给小燕子吃蛋黄，小燕子越来越活泼了，我一过来它就找我要吃了，现在状态越来越好了，自己就可以吃了。来，再吃一点，自己吃了，地上还有一点，吃吧。这个角度看小燕子好呆萌啊。再给它吃一点蛋黄，小汤匙啊。再吃一点，小燕子是越养越熟悉我啊。差不多吃饱了，好可爱啊，在我手上面摸摸它。家里有一个黄总，以后就叫你燕总吧。这小眼神机灵的，逗它一下，咬得很轻。太好玩了，嘴里面好多粘液啊，呆萌呆萌的。小燕子真的是太亲人了，给你咬。小家伙身轻如燕，燕子确实很轻啊。来，到我手上来。嗯，好棒啊，大大的眼睛，以后燕窝有着落了。